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咪咪 Black 程式速写课程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主要用来画线条的用具。书法尖也称为书法钢笔，因为这种钢笔的特性可以用来写书法。它的笔尖有向外弯曲的特性，弯曲角度越大，或者是笔尖的长度越长，所能画出的线条就越粗，变化也越大。而这种多变的线条也会有一种毛笔的韵味，而且透过加注的墨水浓度，所呈现出来的线条颜色也会有所变化。所以我选择这种媒材做使用，这也是我们这门课主要会使用到的工具。我一般常用到的牌子是杜克公爵，或者是英雄牌钢笔，这些笔都可以在网路或者是钢笔专卖店购买，价格大约在100元到600元不等。戴森笔是许多人会选用的媒材之一，它的特点就是防水，以及可以画出宽度较为一致的线条。那戴森笔有许多不同的笔尖大小，从 0.03 到2公厘不等的尺寸，可以满足不同的画纸尺寸需要。钢珠笔我认为是可以取代戴森笔的用具之一，因为它的笔头比戴森笔耐磨，出水顺畅，而且线条的变化性大，主要有 0.5 和 0.7 两种尺寸。所以如果各位是要画在小本子里面，我很推荐使用这种钢珠笔。绘制线条的工具有许多种，有其优点还有缺点，那要看各位想要呈现出怎样的效果，还有用在怎样的媒材上。当大家学习较上手之后，很鼓励大家多尝试不同的媒材，可以开创不同的艺术视野哦。